挑战全随机上超营第31天，我都想死你了。哎，又是百豪钢手带两个忍者，这个阵容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我前两天是不是也打出来一个也随机到一个百豪钢手外加两个小忍者，结果百豪钢手哎小李，百豪钢手跟小李直接没了，是那个鬼童丸带一个灯笼。哎，今天来好好的秀一下我的百豪钢手，希望能发挥正常，不至于让我一剪没哈。再来，差不多了，他替了我交通灵。我去，这，几百年不用我的贝壳还白送了。完了，啥都没了。走，害怕。除魔天地间，没关系，但你们哎。爆摔，什么操作？哟，开局先顶你，替身嘛不就爆摔走喽？叫鲨鱼，跟你客气，我知道你的方法很难打，就不跟你磨叽。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拿到秽土釉，基本上这一局就差不多，我觉得是稳了。爆摔，他替身儿，哎，装一个十字架，直接秒劈，我去你！哎，除魔。刚好打到通灵上，不是，刚好打到他的防反上。哎，这一波我们不亏啊！走你，再见。看，我百合钢手只要不出意外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出意外的。白面具儿，哎，这一个小熊猫要了我的命儿。不慌，时间还没到，还有一波机会。他会直接秒地，我走位，爆摔回来，抓不到我，我，这一拳20年的功力，你抵挡得住吗？摇旗呐喊，这鸣人就是一个拉拉队呀、啊！这打得这么顺，还能让你反了吗？等我技能，他要抓我后摇，让你抓，小迷卷，哎。我去，怎么越打越呆呢？白面具的方法我吃了多少次了？让你打，好好打，掌握一下。走，毒水儿。看到没有？谁都有失误那一天，防反还有用。替身，赶紧叫泡泡。贴身胶泡泡你跑不了，他其实也就差一个机会，他就反了。好了，兄弟们，有3连的就不要客气了，再见。